<您>讲，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如今洪台长，感恩未来菩萨们。晚上好，蛮会讲的嘛。弟子自己业障自己背。弟子是一九八四年的属鼠的属老鼠，之前被追动手术了，是十二年前。 脊柱，脊柱啊！啊啊，对对。嗯。一个老伯伯在你身上啊。哦。不知道你爷爷小时候领过你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，有一个男的老伯伯，非常清楚，在你后面。哦。嗯。 你现在要记住啊！你脊柱整个是弯的，而且到了后面啊，啊，到了后面有突出，所以你的腰非常不好。对对对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你讲下去啊。呃，之前弟子有呃念小房子，有开始念了，呃，是想有念几章了。 大概一百张，太少了。你第一波至少四百张，好吧？好好，你念的效果还是蛮好的。哦，谢谢。你要记住了，你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你气量太小，太敏感，对对对，什么都气量太小，话也听不进。 就是人家说一句话，你会气气上半天。好好，要好好的改毛病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明白吗？好。好像你实际年龄没有你现在看上去大吗？啊，两个灵性，还有一个灵性在你头上。哦。所以你的脑子经常会头痛，而且会失眠。 是是是，嗯，赶快把它念掉，好，好吗？好，好的。你的肚子这里啊，小便也非常不好。对对对，嗯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呃就是、放生啊、呃，对，放生一,<作>一万五千条，一万五千条，嗯、慢慢放好了。好，好的，好吧。 气量大一点啊好！好好，一定会、嗯。你要学学菩萨、弥勒佛，对不对啊？容天容地呀、啊！你想想看，你气量这么小，你怎么活啊？现在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气量小的人，活都活不长的，气都被气死了。所以，一个人不能生气啊！我们之所以身体不好，就是气太多，真的气不过来的。小弟听得懂吗？啊，听得懂。嗯。 然后呃，功课怎么做啊？功课就大悲咒二十一遍，心经二十一遍，礼佛念三遍，<好>然后七佛灭罪真言要念一百零八遍一天，好，好。连续先念三个月，好，好好好，好。还有我念往生咒，往生咒，好吧？嗯<哼>。哎、啊，小弟你自己要记住了啊，感情上不能再出差错，我指 <感情 S 2> 的感情，你听得懂吗？ 是网上少看感情的东西，哦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,懂还要我讲啊？好好的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没啦。家里有没有灵性啊？家里没有。啊<有>，好好的，<有>谢谢。没有。你的你的血液浓度特别厚。 你要吃全素，已经已经吃全素。而且多喝水，好，否则你的左半边啊会小中风的。哦，听得懂吗？好，你的左半边会不会动的？好的，好的。其他还是问题啊？呃，没有了，谢谢。好好努力，好好练经，谢谢台长。